洗手吃饭。今天吃啥了？哎呀，二姨带你去洗手。啥意思啊？见了那么多人的家里，感觉有点开心，然后还有点热闹。有爸爸，有妈妈，还有二姨、妹妹，还有婆婆，有种家的感觉。你叫什么？袁金东。袁什么？姚金东。姚金东啊？哦，这是我小女儿王丹阳，你叫她悠悠。小女儿啊，我女儿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好不好？来坐，你坐这儿吧。对对是。实际上是蛮多，你看。啊，今天都几年级啊？6年级。半年级啊？6年级。6年级的。10岁啊？14岁啊？14岁啊？原来听过贵州吗？知道贵州什么？就是鸡，鸡就是辣子鸡。辣子鸡？你怎么会知道辣子鸡的？我一直在饭店里帮我那个大姨丈夫，他靠下饭店，也靠旅游门的，就知道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哦，那今天正好尝尝我们辣子鸡，原来吃过没有？那正好吃一下我们辣子鸡。对。因为我们考虑到你，就是说不太辣，但如果我们吃的话更辣一点要。这雪茄太多了。就是糖醋排骨，大姨做的，大姨做的。他应该叫你妈，叫我妈妈。我妈妈。那多吃点菜，不要光吃饭，好吧？多吃菜，爱吃什么多吃什么。你们学校离那个你们家多远吗？20公里。那就熟悉啊。爸爸妈妈